一点没人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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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感谢天气预告送100份订阅。我的喵啥小啦 ？Purple drop me a USB。What？ No no no！ Xbox。我把梦湿了眼。屌丝阿公带我去狗小旁边买肉饮跟神汤，我爸也会啊。还会去那个侧门对面那一家饮料店买饮料。呀，好像之后还有关东煮，好像。还有阿林排骨饭，阿林排骨饭现在不好吃啊，没有以前好吃了。小时候吃比较好吃。哎，阿林排骨饭是那个呢，高雄美食之一呢。傻傻的，网络上有名的呢，有上过那个部落格的呢。这种美食吗？哎、欸，你还真的问对了。小时候有一家阿林排骨饭很好吃，可是现在长大了，看他的儿子来做的时候就不好吃了。阿林排骨饭好吃哦，小时候是很好吃，现在还好，可能是因为。一点没人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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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感谢天气预告送100份订阅，不是10份呢、欸，是100份啊！我你确定你送对台吗？我的台已经很久没有大哥了、欸，2年了吧？真的假的啊？该起立了，起立干嘛？脱衣服吗？还是要怎么样？我应该要怎么样表达你的谢意呢？就是说，这边露点给你看的，没什么可以感谢的、啊，妹子台做不到的，我做得到。露点这种小事情啊，略懂啦、啊。哦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声谢谢，要怎么跟你说声谢谢，要怎么表达我对你的谢意呢？我们好像送你比较赚，要啊要赚啊！可以拖上一跳吗？我不知道现在拖起来能不能拖，还可不可以这样随便拖上？哦，好像深夜台，好像以后都不用睡觉嘞。我就晚上半夜开台，早上去公司干，回来再去开台，然后再去公司干，一个礼拜都不睡了，永远不睡了，好像半夜才有干爹。Nice。大哥哥、大姐姐好像都回来了。哦，不要再送了啦，人家都哭了。What the fuck? Xbox. Deploying smoke. Mid. Grenade out. Smoke. Shot. One more. Throwing flashbang. Long. Long. Flashbang. Shot. Long. Sharp. One more.看人家对我他妈是耳包是不是啊？超级掰！主播该拖上一跳了。如果要拖上一的话，我们可能要上面一点。拖了、啊、哪是不拖？拖了、啊、哪是不拖？怎么可能有不拖的？说拖就拖的。人可以来帮我输粮管吗？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啊！我很想要哦。冻袂掉啦，安尼爸爸我还要。阿雄今天够挺了，够了，我满足了，真的很感谢干爹，人家都哭了，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们才好哎。以后都半夜1点半开台了，要，以后中班固定半夜台，我都不知道大家都喜欢看半夜台哎，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招可以表现给你们看呢。这边只好先喝一杯多多绿啊。等一下、啊，先买一把枪。哎，干！Deep, this one.
One plan. One CT. One more. My door is square. Car, car. Nice.还是得靠我啊，干爹们！我靠你们，他们得靠我啊，干爹！今天有萤火虫吗？冬天有萤火虫哦，那叫 Discovery 先来采访我。冬天发现萤火虫。田哥刚说到几分，你可以算一下吗？96分吗？哎，不止，我来看看哈。10, 13, 14, 29, 34, 44, 55, 56, 74, 89, 94, 194, 直接194。不是我怎么还有免费仔？这个的话，可能你跟我一样啊，运气都不是太好。我也是那种抽奖抽不中的人。你不是孤单的啦。看一下关系。贤哥，给阿贤。哇、啊，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干爹了。啊，七海妹妹又送哦。哎呦，吓好哦。Level 10不是梦哎、欸。真的假的 ？Level 4了，冲冲冲，兄弟们。Level 10不是梦遗了。来支持一下我们的阿贤。哦，爸爸，阿贤可以去游艇趴了。要啊，游艇趴、啊，事成哇！果然是自己的好兄弟，我们也可以称兄道弟了吗？反正是最挺我的哎、欸，志成哥这样子哦 ，host 过来那么多人，我受不了了、欸、好像人一多，好像要表演萤火虫给这些新观众看呢、欸，不然他们好像没看过什么叫萤火虫哎、欸哦，好像要表演一下萤火虫哎、欸，好像要，好像要。好像要萤火虫啊！打到不行。萤火虫，哎、欸，后面有人，后面哪有人？后面只有萤火虫。关你！后面怎么可能会有人？主播 Discovery 刚发现台湾有特大萤火虫来采访了，我没有啊，我就很大啊，我还有特大毛毛虫哎、欸，要不要看？靠背啊 ，CT， 还有特大毛毛虫哎、欸，可以表演灯笼鱼吗？哇，你这个好像有点难哎、欸，好像要找一下道具哎、欸，隔壁的车头灯比我亮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灯笼鱼。我的耳机要掉了。韩国鱼，韩国鱼就真的考倒我了。我没光头哎、欸，还是我现场剃。荧光鲍鱼可以吗？荧光鲍鱼哦、喔，重点是我只有荧光毛毛虫，没有荧光鲍鱼哎、欸。这个要求是稍微有点过分了一点呐、啊，会不会突袭勃起？突袭勃起我就没得玩了呢。只能看一次，也不会啦，怎么可能只能看一次？看十次都不是问题。怎么输啦？对哦，闻一下，
干，有搞味，臭臭的。那根可以拿来抽奖吗？还要真空包装呢，不然味道会跑掉。还是带着面胶，还是套个套，然后皮炎开个皮炎派对怎么样？今天请假了吧？没有，明天放假，因为我们礼拜六要在台北见了，所以我要先整理好我的服装仪容啊。没想到红师母竟然找我那个去台北做活动哎，想都没想过。你去扮演精灵游侠。不要，我要当影舞者。有没有打十六下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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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打上去。影舞者。订阅还在跳啊！我有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哦。要怎么感谢你们？哦，大家都对我这么好。